耶。嗨，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流年？流年今年是牛年，所以咧流年今年大家的命宫都会在这个位置，还记得吗？好，那大家会算流年的位置，就是知道跟着生肖每年会换嘛，哦，鼠年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，以此类推。当我们知道流年的命宫在哪里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我们的流月怎么算啦。那么流月会每个人都一样吗？不会哦，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看流月。好，注意看一下你的这个位置，影地之位，我们帮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斗君。好，为什么叫斗君呢？没有原因，他就叫斗君。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影宫上面，如果呢是哪个宫位呢？比如说，好，是极恶宫好了。在你的本命盘上面呢，如果你的影宫是极恶宫，那么你的斗君就是极恶宫。今年牛年的命宫在这里，还记得吗？今年大家的流年命宫都在这里，所以当你要找你今年流年的农历一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来参考你的斗君。如果你的影宫是极恶宫的话呢，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命盘，当你命宫落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命宫大家还记得相对的位置吗？有。好，当你的流年命宫在这边的时候，你的流年极恶宫就会在这里。好，找到了你的流年极恶宫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起一月。好，当找到了你的农历一月的位置之后，我们一样顺时钟转，所以你今年农历二月的命宫就会落在这里。三月、四月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这样子会看的吗？这个就是找你的流月的位置。所以呢，会不会大家都一样？不会，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位置，它的宫位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的寅宫如果是子女宫的话，好。如果在你的本命盘上呢，你的影宫是子女宫，那么呢，我们就参考今年流年命宫在这里，那么你的流年的子女宫在哪里呢？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流年子女宫，当我们找到了相对的位置之后呢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起农历的一月，于是你的农历一月的位置就会在这里，一样顺时针转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好，大月在录影的这个月份呢，目前是农历的八月。农历的八月呢，如果是这一个朋友的话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这个朋友这个农历的八月的命宫就会落在这里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好算？每一个人的流月落的位置是都不一样的哦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找出了流月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算流日。
对，有月就有日。好，那流日怎么看呢？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知道了它的八月在这里，那么它的位置就起一号，所以当八月一号的时候就会在这里，二号、三号，顺时钟，以此类推，所以八月十三号、八月二十五号的流日命宫，它都会落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